哥，那个，你让我再见他一次吧，我求你了。你看我在忙吗？哥，我真的很喜欢他，你就让我再见他一次吧。喜欢有用吗？他喜欢你吗？我告诉你，要不是因为他，你这辈子都不可能跟我说话。刚刚保安让你进来，都已经够给你面子了。我知道哥，我知道您的时间非常宝贵。我如果是真的能联系上他，我真的不会。哥，求你了，你就让我再见他一次吧。哥，没完了是吧？哥，我真的很喜欢他，我现在真的没别的办法了，我求你了。你个大圆人，你算什么东西？衣服怎么湿了？还是咱们走吧。怎么说呢？什么时候叫他？放虫，你刚才给他说什么了？耶，王宇，水还没喝够呢。告诉你，他还有时间，还有青春，还有未来。你呢，王宇？他是不是换血了？走，王宇。别人不相信你，我相信你。你还年轻，还有很多机会，还有很多时间。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加油！走吧，我送你回家。